哎，走这边，这边绕路。督监大人关照过，你上路时必须路过督监府。走。哼，他是想看看我在家的样子。好，我也看看他，免得日后杀他时杀错了。你这贼配军，敢辱骂我们督监大人！在你们眼中他是个大人，在我眼里，他是个杀人的凶犯。走开！想见的人你也见了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现在你该上路了。上轿。上轿。父亲，别说这话，再吃几副药就好了。我心里明白，好不了了。你快去送胡松，他为了你啊，差点把命也给送了。快去啊！哎，父亲，你这贼配军还不死心，落到这般地步，谁还会来送你？快走吧！我不是看谁来送我，我是看谁来杀我。你胡说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谁敢杀人？就是，你虽是配军，可与我们兄弟押解，谁敢来杀你？快走吧你！你们说的对，谁要是敢陷害我武松，我就把他脑袋拧下来当尿壶。干什么？不是来送你的，也不是来杀你的，快走吧。大哥，大哥，
大哥，兄弟，你这是？父亲今天去世了，所以兄弟来晚了。令尊大人去世，父亲早就重病缠身，这次哥哥含冤入狱，蒋门神又二次把快活林夺去了，他急火攻心，就再也没有扛过去。你，石公子，我们公事在身，不能陪你掉眼泪了，请回吧。二位大哥，我们兄弟还有话要说，请给个方便吧。二位官人，请那边坐，吃杯酒再走吧。是啊，那要不然我们就吃一杯。好，你们有话快说啊。那是。来，请请请，坐下，请坐，请坐。我能活到今天，全凭兄弟奔走相救。哥哥，谢谢你。哥哥，你千万别这样说。兄弟我虽然奔走相救，可最终也没能救得了哥哥的性命。都这个时候你还客气，不是你救我，哪有谁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我，可能是上天在保佑哥哥吧。那是上天因为你的情谊所感动，就为这番情谊我也要谢谢你。没有哥哥的情谊，哪有兄弟的情谊？再说哥哥受害不全是因为我吗？都怪我没有提防张督监，事一堑长一智，面对豺狼虎豹，你我兄弟绝不能心慈手软，咱不杀他们，他们就杀咱呢。哥哥说的极是。哥哥，我听酒店的伙计小金说，蒋门神买通了押你的借差，要在路上毒害你。看来要斩尽杀绝呀。这酒啊，是我们老爷生前最喜欢喝的酒。来来来，来，我看也是啊，这酒的味道的确不错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活着，定要报这栽赃陷害之仇。带小弟先收拾王红这两个狗贼，再和哥哥一同回孟州，再血洗督监府。不可鲁莽，这件事由我一人承担。我在那帮狗官的眼里是一个盗贼杀人的惯犯，可兄弟你还是一个受人敬重的公子。有这帮豺狼当道，我已经家破人亡，算得了什么公子？不如哥哥咱们俩一起闯荡江湖，不再任人宰割。不妥，令尊大人刚刚去世，以我之见，你先回去安葬令尊大人，然后你去十字坡去找孙二娘。那哥哥你呢？你不用管我，我会脱身的，我去十字坡找你。我记住了。马上。不喝了不喝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公事不能耽误啊。石公子，有话以后说吧，该上路了。这就走。哥哥，这一路上都是深山峡谷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啊。兄弟放心吧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武松，咱们该走了。二位大哥再等一会儿。大哥，这碗酒兄弟祝你一路平安。